Hello 的大哥后，前方为何在鸡飞狗跳啊？原来又是你的大收割驾到了。最近 CF 不是出了幻神的降龙皮肤吗？看视频虽然感觉很丑，但我还没有玩过。这不吗，我装上了天启，准备复制别人的降龙来玩玩。哎，不对呀，我上的是个土豪号啊！你看看这装备，这充了一套房都不止吧？可惜了啊，他退坑了，他不玩了，直接就给他号收过来。你看这幻神皮肤还不少呢，咋会没有降龙呢？啊，我真是太蠢了，直接装上来耍耍。大家有想退坑入坑，想买卖游戏账号的，可以加左下角 QQ 群300602856，买号找回包赔，卖号一小时内到账，安全稳定。有需要的加群了解。说回来，这个降龙皮肤，我隔着电脑和手机屏幕都能感觉到看视频的各位那嫌弃的眼神啊！这不就是个竹叶青吗？它真像我小时候自己动手做的鱼竿啊！讲真，现在 CF 的皮肤设计是越来越随意了。另外我想问一嘴，有这皮肤的兄弟们有没有感觉到手感有变化，好像在玩另外一把枪似的。 OK， 一把守望之城过罢，我们来到了熟悉的小学生广场。主要是最近不少水友总说我好久不打西天广场了，我发誓真不是我出视频随意，而是真的根据多数的水友意见来选的图啊。这里我一个小跳瞬区穿点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本该是我一个帅气的穿杀，但是队友和我同时开枪，人头却是他的，抢个毛啊！你这搞得我拿幻神还杀这么慢，这不是打我脸的吗？你看这里队友疯狂的跑，还想抢我人头，我急得连跳箱子都失误了。不过还好这个人头没被抢，再穿两枪常规点位，我擦，这队友都跑这么远了啊！你给我去你的吧，都老老实实的看我玩，这年轻人还想抢我老头子的风头，你也看看这瞬狙，你羡慕不来的。再看这里，我一个猛子砸下水，摘掉了敌人的菊花，然后大拉逼通开进甩狙，一气呵成，甩枪的幅度都看不清，真有点神啊！紧接着直接进攻中桥，一套连贯的身法跳上门框，空中打出了一记重击，然后直接对着匪家的狙击位连续穿枪，一个连跳起来，刚露个头皮盖又被我顺掉了。这秒男的反应，说我持久估计都没人信。跟着顶到敌人家里，手枪爆头，带走一个，再接一个顺狙，还有没有了？给个七连杀吧，满心连杀，随便打打啦。随后我又进入了一个房间，眼看对面差一分就要赢了，天空轰隆一声巨响，大手哥闪亮登场。救世主来了，我来带你们翻盘，看我的！这打得真激烈，队友给我来了个闪完跳出来，看到两个敌人太混乱了，躲一下回来切出枪我就要顺了吧。这个时候队友给我来了个闪，我他妈不玩了，你把这个玩蛋去吧！跟这种人做队友，你在前面冲杀啊，他们在后边蹲家，我一个人打一堆人势不可挡，他躲在后面啥也不干，专门给你扔闪。这里我又换了一个房间，进来已经是第七局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小学生广场我们随便耍耍， AC 马上就到手，敌人也马上会发抖。这把直接进攻中桥，配合 A 大的队友把敌人吓得撒腿就跑，这还能让你跑了？那我换成不白买了，瞬间轻松拿下两个人头，不能让队友抢我的人头啊，赶紧开冲。哎，他还给我来个丢枪顺，你这是光棍面前耍大刀，但是你的表演很糟糕。最后一个敌人手枪拉我，看我丢枪顺。哎，怎么打了个盲狙啊？这绝对是枪的问题啊，我跟你说。 OK， 表演失败纯属意外，姿势不对，我们起来重睡。这把我依旧选择进攻中桥，门缝闪过一个人影，我直接瞬狙穿杀，这秒男的标识是洗不掉的呀。随即踩上门框又是一个空中瞬狙，紧接着手枪拉 A 大，还想跑，死不给你狙出来，算你拉得干净。这里匪家一波狙手跟我玩跳狙，跟打地鼠似的，给我吓到了。但我马上就反应过来，他们是在放炮仗，这我就放心大胆的往前冲了。可恶的赛斯哥又抢我一个人头，最后再来丢个枪弥补一下上一把的失误，最终也是轻松愉快的拿下了五十几个人头，带队友拿下了最后的胜利。都看到这儿了，千万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哦！不知道大家还想看些什么样的视频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提出。好了，最后再给大家吟唱一波，如果大家平常有需要 CF 的活动或者任务代打代做代领等需求的，都可以加视频左下角禽兽区321这个微信来联系我们。如果你想低价买英雄级武器，或者想买卖 CF 点的，需要代打排位代刷挑战，或者账号被封十年想尝试异地解封的等等等等的 CF 业务，如果你有需要都可以加这个微信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了，大家拜拜。